我哋終於揾到呢個大三巴型薯條啊，仲有好多味添啊，26蚊一條啊！大三巴薯條到咋 ？Hello， 喐下，懟上啲。你托上，你又上，我咁遮住佢，就係咁啦，遮咗啦。努力咁樣睇緊手信，呢間係英記，哇！真係好好食喎，原味嘅合桃酥，勁鬆化，超好味啊！呢只啊，呢只已經即刻掃咗三盒啦，我哋超好味。食牛雜啊！我哋而家要紫記牛雜到場，太硬啦，三點幾咩都買曬，唔使剩翻呢啲嘅，換嚟呢兩碟嘅炸雲吞，即炸嘅，正。老人牌沙甸鱼专门店有呢啲新产品，我其实未见过喎，之前就系见啲沙甸鱼啫。咁啊，而家呢个有啲手工凤凰卷，系沙甸鱼嘅凤凰卷，同埋小馅饼，仲有蛋卷。一个蛋卷，沙甸鱼嘅蛋卷系咸味嘅，可以买嚟试下。唔使试又试，佢都系巨记嗰啲嘛，特别啲。沙甸鱼同仔仔点解食得好澳门口？我哋依家佢又卖同仔仔咧，就系跟澳门先有咧。好，準備 check in 翻上酒店，起一起先，好攰啊，放低啲行裝先，今晚再出去瑪利亞嗰邊食晚飯。买了很多手信啊，去了老人牌专门店。鲜红色这盒是什么味呢？请问辣的沙甸鱼酱。这盒粉红呢，这个是粉红，就是辣的吞拿鱼酱，正常吞拿鱼酱。黄色就是正常的沙甸鱼酱，这个都是这个是粉红的吞拿鱼酱，辣的。咁呢盒哇咁靓，哇呢个系绿闪闪，即系专门店先有嘅。呢个系烟嘅鳟鱼，呢个系烟熏嘅鳟鱼，绿色呢只。咁橙色呢只咧，烟熏嘅青鱼。OK， 烟熏青鱼。咁呢啲啊唔使介绍啦，其实香港都有嘅，只不过就系咯版同埋平啲，平好多咯，相对12蚊罐啫嘛，而家系啊，因为香港都买都唔平。我呢盒蓝色乜鬼嚟嘅咧？佢话系曲奇饼嚟嘅，系有啲鱼松整嘅，咁啊曲奇饼系有杏仁嘅，有美国杏仁咁啊。佢话全世界得佢呢度有卖凤凰卷啦，呢、這个就系鱼松嘅鱼松凤凰卷。咁呢啲啊未食过啦，咁可以买嚟试下啦，唔使净系一味买巨记咯。马利亚今晚就喺度食晚餐啦 ，Go go go！
燒乳豬。哇，好正喎！呢個海鮮燴飯都幾足料喎。係啊 ，OK 噶。唔錯。呢個係咩名堂啊？牛柳。牛柳，可以起揭開。好啊，我幫你剪下佢啊。煎馬芥油呢個係。我哋今朝咧一早起身咧就嚟咗呢间叫兰香阁茶居饮茶，我哋就嗌咗九个点心，哈哈哈哈！睇下呢个，你估下呢嚿系乜嘢嚟嘅？芝糯米鸡。芝糯米鸡喎，擘开咗就咁嘅啦，都几多料噶，都唔少嘢噶，嗱，而家试下我食先。睇下依幾勁啊，幾厚啊，都可以切到幾整齊一塊，又嚟個，好啦，拜拜姨，好生意啊！由於氹仔實在太多人啦，我哋而家出翻嚟街頭嗰邊，去呢間冰室度歇一歇，飲杯咖啡先。Go go go！鹹蛋雞翼啊！哇，鹹蛋雞翼不得了，好似幾正咁喎！麵包。黑松露牛角包好似好正下喎，哇！呢、這個珍珠奶茶嘅西多士，哇，不得了啊！哇，你睇肉騰騰咁樣，騰騰震咁，好夠口喎！呢、這個串串漢堡包，牛豬雞、牛雞豬。雞豬魚咁有，牛雞豬魚全餐啊！我哋而家準備去倫敦人喺出面拍下照啦，跟住就睇下去賭場嘅下先。球迷又冇理由唔嚟下嘅，雖然我唔係曼聯粉絲，唉，咁但係都可以嚟睇下嘅。幾靚我都識講，點解會係曼聯？有冇曼城㗎？如果有曼城嘅專門店就好啦，我就可以睇，分鐘買埋嘢添，仲有拍照位添啊！好正，看台上高啊嘛！啊，呢、這個實物我哋都去過，幾好呢、這個。頭先姐姐仲同幫我哋影咗張合照添啊，太好啦！
破咗啦，合記花生糖，可以買佢嘅原花生糖。